今夜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。民族问题，它不属于我们基督徒很关注的问题，但是最近很多讨论，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，特别是因为很多地方因为战争、挨饿、其他的现象，移民到国外。很多曾经是基督徒的国家，现在变得非常多的伊斯兰教徒，在西欧、在美国、在希腊、在东欧俄罗斯这一带，这个问题变得很大。有的人担心，本来的本有的基督信仰的文化会消失。所以开始讨论，我们到底是不是要保护？我们是不是不要让那些不愿意接受本地的信仰、本地的传统价值等等的这些民族来住这里？这些问题它不属于我们关注的问题。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，基督信仰它的跨国性，所以会有两个倾向。有的人他特别强调，哦，就是本来的民族他是基督徒，哦，那就是要维持。要尽量不要跟其他的民族混在一起。那这个就是要回到旧约那个时代，以色列民他也不准跟外族混在一起，避免信仰会出问题，会接受外邦那些民族的干扰。那时候的确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在新约时代，已经不那么关注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新约时代，神的恩典，他就让人超越一种属地的这种靠形式。靠血统才能够维持信仰的这个框架。神的恩典，他的力量很大，他可以不怕其他民族会让他消失，会让他垮。所以教会他从初期都不那么关注。人他是来自什么民族？他的民族那种族别背景是什么？所以殉道者他们都说，那他们被拷问，你们是什么背景？什么民族？他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。所以我们看着他们的见证，我们也知道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民族不是第一要紧的。同时，也有人他相反的，他会说，根本不要在乎什么民族，你的民族背景完全不重要，你是信基督的，所以就是，要忘掉自己的民族，这个听起来很符合福音，很符合。教会初期教会的精神，但是实际上，这个是一个欺骗，因为他们使用的模式不一样，他们使用的模式是这种后现代的超越人性的一个价值观，也就是你没有民族，你没有性别。你没有价值观，你没有家，你什么都不需要了。你不需要国家，不需要，什么都不用，都是
变相是世界国民。这种极端自由派思维，完全是破坏任何传统，任何那种自己的根的一种意识形态，它跟基督信仰没有什么关联。它是借用基督信仰来为自己辩护，来顺服来拉这些基督徒到自己的这个营，所以变得就是有两个营，有的人比较所谓保守派民族，他强调民族，那就是把我们拉到旧约，把我们拉到那种民族主义，那种形态，的确就是在教会常常碰到。比如说，才会说俄罗斯正教、希腊正教，好像这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民族的不同的宗教，那个都错，不，没有这回事，那不是这个样子。教会，基督正教会，它是一个教会，跨民族的。有的人，拉往相反的方向，自由派的那种，虚无主义的那种方向。就是说，根本不重要，不在意什么民族不民族，什么文化背景等等。那到底真理在哪里？真理不是那么的好找，除非我们有属灵的立场，我们看福音，我们才可以找到答案。福音说什么？在马太福音12章48到50节，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一个房子里跟门徒讲道，向门徒讲道，他的妈妈跟弟兄们过来，你们都记得这个事件，有人跟他说，有你的母亲、你的弟兄来找你，想要跟你说话。他说他是怎么说？他回答那说话的人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之后伸出手来，指着他的门徒说。这就是我的母亲，这就是我的弟兄。因为谁会执行我天父之旨意，他就是我的弟兄、我的姐妹和我的母亲了。在这里，耶稣他说的是家人的问题，但是。同样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逻辑，福音的精神来看民族的问题。我们在教会，看到人想要听神的真理，想要照这个真理生活，执行神的话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同胞。这个听起来很硬，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。同时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不要片面看，避免陷入错，因为耶稣并没有否定自己的母亲。我们记得在其他的场合，他听从他的妈妈的请求。他也带着他的弟兄去传教，他的弟兄其中有好几位成为使徒，所以他不是否定了他们，
但是他把那个邮件信拍的这个样子，就是同胞又最亲密的，家人又最亲密的是谁？也就是听从天父的旨意，执行他的话，这些人。家人也重要，但是不是第一，不是排的第一，这个很难听，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。所以同样，教会的理解，每个人他要重视自己的民族，自己的由来。有的民族是属于基督信仰的，就是好几个世纪，大家都接受了基督信仰。比如说，欧洲、俄罗斯那一带，就是本来整个的民族曾经接受基督信仰，所以他在那里可以，发现在自己的这种文化背景，可以找到许多属于基督信仰的元素，那些才是最宝贵的，其他的都是一种装饰。那在非基督信仰的民族里面，比如说中国民族，或者是阿拉伯民族，或者是其他的。东南亚很多不同的民族，我们在传福音，菲律宾、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等，许多许多的不同的民族，那他们不是要遗忘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，他们要学习透过基督徒的眼光去筛选这个民族文化里面的属于。多神论、外邦的那种拜偶像的因素，那些要区分开来说，这些我们才不要。但是好的东西，我们很重视，我们很在意，我们不会否定自己的根，我们不会说哦哪里的什么欧洲还是。俄罗斯还是美国？哦，那边才是最好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就全部都认为他们是最棒的什么的，或者是也不要说，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是比如中国人，或是我们是哪里人，我们完全不在乎我们是世界人。恐怕是一个错。所以，每个人他要爱自己。所出生的地方、长大的地方，他的老家，他不是不应该爱他，但是他为了基督，要心理准备，随时能够舍弃，去别的地方，不是不爱，但是需要舍弃。他也是愿意的。如果是很明确是为了基督，不是为了自己的，那种舒服、那种属地的生活的那种舒适，才想要这样移民。其实大部分移民是因为那样子，因为忙门。大部分因为忙门，所以会一直想要。想要说服自己，他本来的那个国家很糟、很坏、很怎样，那个都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不适合基督徒的一个思维模式。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那个样子，对，不是所有移民都是那个样子，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其他的问题都是需要，以基督徒的精神去突破、去克服。基督徒的精神就是我首先爱基督，
对我来讲最亲密的、最接近的人，也就是听从天父的人。在教会里面，也不见得大家都是，那个也要注意。在教会里面的，我们呢，可惜，但是也会发现，不是所有人都是听从神，那个很奇妙，很可悲的一种现象。大部分的是，但是也不都是。所以，我们就是要知道。最后，我们的信赖是在信赖基督本身，不是信赖人，任何人。但是，还是最我们可以依赖的，最我们互相支持的，想要分享的人是谁？也就是爱上帝，想要全心想要。执行他的旨意的那些人，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，我们不要担心，我们不要担心哦，现在会什么伊斯兰教徒会来到比如俄罗斯，那就全部会变成非基督徒的国家。其实那些国家，俄罗斯、西欧、美国。老早已经不是基督徒国家，好不好？我们最近看看那个法国，它那个呈现的样子，也就是很明显知道，大部分的人完全离基督信仰很远很远。不是没有基督徒，但是这个已经不是社会普遍性的一种价值，所以。我们呢，不要以为，假设，希腊好了，还是法国好，全部都是，那些法国人，白的法国人，或者是那种原本血统的，属于希腊血统的那些人，全部都住在那边，都没有移民的，那就会变得比较理想，会变得比较基督徒，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可以变无神论，可以变后现代，什么都可以。白人不表示他是基督徒，完全不表示，他可能离基督非常远。我们同胞的人，这个比较属于很多伊斯兰教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其中他们比如一个民族，一个小民族。其中一个人做坏事，大家都会保护他，虽然他是做了一件很坏的事，勒索还是什么，大家都不在意他是坏事不坏事，非常保护他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狭隘的一个民族主义。我们呢，真的是要离开那种思维。对我们来说，就是人外表完全不表示什么，基本上他不表示这个人的心灵是怎么样，他是离神多近？不知道，可能要一阵子才知道是不是这位他真的爱上了基督，他真的就是，跟基督合而为一，所以我们如果也寻找基督，我们就体会到这种合而为一的那种奥秘的教会的特色。所以，一个跟我们非常不一样，黑人，他可能更近，在属灵生活，在属灵层面上，他离我们更近。比我们同胞，甚至同一家的人还更近，所以我们要爱所有人。对，在马可福音11章17节，耶稣他教他的门徒说，
不是有写到我的无语要被叫做万民祈祷的无语，所以万民会来到神的殿，在那边荣耀神。这些人才是神的选民，神的新以色列，自己的人，神自己的人，万民。但是许多人不会来。我们都要爱所有人，甚至他不爱基督，他是一个否定、反对、迫害教会的人。我们仍然要爱他，要爱他，但是要同时要了解那个差异。也就是我们对他的爱，他是一个同情的爱。我们对在教会内的爱神、跟随神的人的爱，他是一个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，已经是不太一样的，不太一样的爱。所以我们需要敏智，我们需要谦卑，我们需要学习爱所有的人。我们要需要摆脱我们以前的各种错误的观点，关于民主方面，关于自己本来的那种由来，关于现在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。我们都要有很彻底的一种调整，也不要陷入我刚才讲的两个不一样的看起来相反的一种错误。需要真的以基督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人，去在他身上看见神的肖像，然后要心里有希望。每个人不论他是什么民族，他可以恢复神的肖像，可以追求神的模样。我们要对他的态度非常开放，非常包容，非常接纳他。不论他是什么样的社会阶级，他是什么样的民族背景等等，我们都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样爱上基督，成为荣耀神的弟兄姐妹。我们都非常渴望这个。好，愿主的智慧，主的喜乐，主的爱德，都跟各位弟兄姐妹同在，这样祝福。